快进来好了，我怕到时候还有续费的。救援人员奋力抛绳，在大浪中搜寻落水者。空勤直升机特搜人员更垂降下海。落水男子被救起后，吊挂到沙滩急救。我们骑行男组长看到之后，立刻追赶下来。哦，对啊，但是我们距离大概差大概3到40公尺，一路追到岸基的时候，那差了10公尺，那个身着那个蓝衣的那个男子，那已经跃入海中。岸巡人员表示，7号中午12点多，一名蓝衣男子疑似穿越封锁线冲向海边，随即被大浪卷入海中。海巡队出动救生艇搜寻，由于潮汐变化迅速，1小时后才找到男子。在台风中。它的转换，它的潮汐潮流转换是蛮快速的。它刚刚是在七星潭，那距离我们大概在往南大概在6到80公尺的位置掉下那个跃入海中，然后随着潮汐已经到现在这个位置这样。男子送医急救后依然回天乏术，由于他并未留下只字片语，为何选在台风天冲向海里，仍由警方调查当中。记者廖威林花莲采访报道。